今天好勇敢，我还挺佩服他的。是啊，这王子奇一走，我才发现这已经都过去一大半了。我之前还以为今天肯定会特别难熬，现在感觉有点舍不得跟大家当同学，没当够。那你可以再复读一年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？别诅咒我。没关系的，反正毕业以后你们还能再见。 什么你们？我们不见了。哎，好了，走吧。你先走吧，我还要再打扫卫生。嗯。方雪。再见。明天见。哎，你早点回去啊，记得关灯。拜拜。 方学，抱歉，没给你打声招呼就这么走了。我没有说服我爸爸，最后还是决定要出国。尹老师那边是我拜托他不要告诉你的，算是我最后的任性吧。所以你希望你不要怪他。我只是想抓紧最后一天，和往常一样，和你开开心心的一起学习，不想气氛太悲伤。 虽然我们才认识不到一年，但因为有你在，一切都变得特别有趣。原本我只是想拿高四当个跳板，没想到最后还是交到了不少朋友。另外，你给我的套袖我会带到国外去，做卫生的时候用。看到它，我就会想起你。我并不奢望你能够一直记得我，只期待你能够考上你喜欢的大学，然后过你喜欢的生活。 画画家那部分的笔记我都帮你整理好了，放在后面书架上，你一定记得要看。和你在一起开心的时光，要是能永远继续下去就好了。希望你能够永远保持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，每天无所顾忌的大笑。谢谢你，方雪。再见。 方雪还好吗？你有脸问吗？你把难过全部留给他，他能好吗？你还不如什么都别说。不是你们男生是不是总是自以为是啊？其实你们什么都不懂。对不起。你别再打扰他了。
让他好好准备高考，好吗？好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有什么话就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我这心里总觉得不是个滋味，你看看未来这几天那样，我这后妈都觉得心疼，你这亲爹没感觉吗？老魏，我总觉得人这一辈子一定得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，要不然会后悔的。算了，你反正已经决定，我说了也是白说。我有点事，先出去了。蕾蕾，你多吃点啊，到了国外可没这么好吃的中国菜。蕾蕾，你爸爸对你啊真挺好的，今天你阿姨过生日。您好，请问是魏先生家吗？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您订的生日蛋糕，请您签收。我们这儿没有人订蛋糕，你送错了吧？是我订的，拿进来吧。谢谢啊。今天是你生日，老婆，生日快乐。蕾蕾，今天是阿姨生日，高兴点儿。哎呀，我是好久没吃蛋糕了，哎，不过看这样子是不错的啊。你说这人啊，有时候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现在想想何必呢？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蕾蕾，你爸这次病好了，可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觉得你今天跟你爸应该好好聊聊，心平气和的啊。爸，我确实有点话想跟你说，你可以不答应，但能不能别生气啊？